中秋节大家都在添购礼品，准备了柚子、月饼等要过节，而辖内的弱势家庭还有独居老人又是另一个气象了。为了让乡亲可以感受到温馨过节气氛，花莲县警察局提供了20份的爱心物资，以关怀弱势族群的初心交付给玉里警分局，在过节期间亲自把爱心物资传递到需要的弱势家庭手上。中秋佳节，家家户户都添购礼品，准备柚子、月饼过节送礼的时候，辖内弱势家庭、独居老人却又是另一个气象。为了让乡亲都能够感受到温馨过节的气氛，花莲县警察局提供了20份的爱心物资，以关怀弱势族群的初心，交付玉里分局在佳节要亲自将爱心物资传递到需要的弱势家庭手上，让居民倍感窝心。那个中秋节，我们那个警察局有放的名牌，送点那个东西啦，哈。考量到长者行动不便，加上近日疫情又逐渐升温情势，如果集合发放恐怕会有群聚的顾虑，因此则由各分驻派出所警勤区的员警亲自将爱心物资送到弱势家庭、独居老人的手上。玉里分局表示，希望能够透过发送爱心物资，增添更多温馨过节的气氛，减轻弱势家庭在佳节来临之前为生活苦恼的压力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